要老实。既然我俩能走到一起，我就要负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深情？就像宝玉说黛玉那种感觉，这个妹妹好像从哪见过，就似曾相识那种感觉。哎呀，就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找那种感觉。什么样的错过让人充满遗憾？给你拿一个。哎，不用不用，哎，谢谢，不用拿。我那个里边我带了一个那个宝石，那个什么还没干啥呢？今天命不绝子。平安。好，那谢谢。爱的火花瞬间绽放，结局却不知走向何方。乡里乡亲，值得托付的男人，马上播出。乡亲，真实相亲，欢迎收看本期的乡里相亲。今天早上呢，我又在我们家楼下碰着小区里那个百岁老人了。要说这老大呀，可奇怪了呢，耳不聋，眼不花，头脑呢还灵活，身子骨呢还特别的硬朗。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不合群。哎，就天天出来吧，自己往那一坐，旁边那些老头下棋呢，他不参与；人家唠嗑呢，他也不搭茬；人跳广场舞呢，他也不看。哎，你说从来就是一个人哈，就这么孤零零的坐着。今天早上我实在我看得太孤独了，我就有点好奇了，然后我翘着灯似的我就过去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大爷呀，你哪不和门口那些老头下棋呢？没想到大爷一句话就把我给怼回来了，跟那些六七十岁的小屁孩有啥好玩的。大爷您真是活得刚强啊。那今天来相亲的这位，在我大爷眼里应该还是小屁孩的年纪，但是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可不敢造次啊，还是呢好好的请出我们刘叔跟大伙儿认识一下。叔叔，你好。叔叔，我来了。相亲主角刘平良，67岁，丧偶，退休金2700元，独立住房，没有负担。叔，那你带我参观一下咱家呗，好不好？哎，行啊，先上卧室。行啊，行。还有，还自己还弄个小茶台，是不是啊？嗯。平时喜欢喝茶呀？嗯。嗯。比较乱啊。这还乱？我觉得挺利索，挺利整的了。啊，自己的话，一个人，而且一个男人，我觉得收拾这样挺好的，是不是？我发现咱家客厅里头那个装修风格就有点家具有点特别中式。对。啊，沙发呀，您就是喜欢这样，是自己选的吗？是孩子选的。孩子选的，你喜不喜欢？喜欢。喜欢呢。比较朴实的。特别好。嗯。特别好。然后这个画也是你自己选的吗？是的。你喜欢养鱼呀？哎。平时还喜欢干点啥呀？哎，鱼了，花儿。嗯，这些花都自己打理啊。嗯，啊，这鱼养的真好。这个是在这住多长时间了？住快半年了。刘平良之所以搬进现在这套新房，其实背后有一段伤心事，而事情的源头就是因为2年前老伴病逝。共同生活了40年，老伴的离开让刘平良很难接受，他整天沉浸在伤心中，以泪洗面。为了让他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儿子劝他卖了旧房住进了新房，希望他能从此开始新生活。一开始吧，就总想不开，总认为他在。就是天天自己都在哭。就是去年这脸都删了，就哭的。是不是谁给你提都不行？可能一提这个人就受不了。对，不能提他。一提就伤心了。为啥突然就想找对象了呢？因为我知道您之前一直说好像没太想开。始终没走出来。最近是让这疫情闹的，在家待的太郁闷了。想开了。想开了。嗯，毕竟人不在了。对。人要往前看。对。嗯，起码还要过好自己的后半生。
刘平良自认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对另一半有担当的男人。如果认定一个人，他绝对会负责到底。正是因为这份责任感，再找老伴儿他也尤其慎重。那么究竟啥样的另一半能得到他的认可呢？年龄起码不能太小了。你是接触过小，别人给你介绍过小的吗？接触过。介绍多小？多小的呀？42。那为啥给你介绍这么小的呀？差20多岁。一开始吧，没。我就要负责到底。叔叔，好准时啊！这拎的啥东西啊？这是能给啥吃？早上在哪儿买？哎，阿姨，我听卫生的。是吗？那先介绍一下吧。啊，这位是那个刘平良叔叔。啊，你好。啊，张艳丽阿姨。那咱们上楼呗，好不好？好。相亲对象张艳丽，53岁，离异，职员，月收入3000元，有房无负担。20多岁。那跟那个阿姨这个年龄呢，你觉得呢？就这个男人能接受，那都差太多了，不行。这一般的差10多岁我不太行。那你对那个从大舅子也好，小舅子也好，连桥，我都帮过。我是我家孩子，我自己带大的，我自己就是上学呀，还是，我父母身体一天天不太好，你想想我的负担挺重的。对，四个人都我自己承担。我老公，哎呀，赌博嘛，家里收的什么都没有了，一寻思，我一看孩子也大了，而且需要上学，学费也得挺昂贵的，是不是？对。我再跟他过下去，孩子的前途就没了。你说能看出来，阿姨可能一直以来她其实负担挺重，压力挺大的。你从哪儿看出来的？看手相就能看出来吗？看手，你看就是劳动人的手，看着脸这沧桑，就是可能就能看出来。是从这儿吗？是从阿姨说的这手和脸看出来的吗？能看出来。经历太多磨难。一般的女同志来说，就是
你看脸呢，看手啊，就是一眼就能瞅那种。你刚才看手了吗？注意看手了吗？那哎呀，你这还能跟他总这么就这么瞅去？我感觉你看你那手跟人那手，你看我这手，我这手还没阿姨的。那我这手都不跟他那都不一样。那你觉得阿姨这是劳动人员的手，干活干的多吗？你摸我手可硬的那种感觉，因为一般的女人的手都是那种，不说肤如凝脂，起码得柔软，柔软嘛。但我觉得还好啊，我手多硬啊。你觉得那可能是肌肉就是使劲。不是，我干过老多活了，从小到大就开始干。不瞒你说，我6岁就开始干活，干农活。农活也干呢，什么活都干啊。自己做生意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劳作，像陀螺一样的感觉。所以阿姨说的这还有点激动是不是？过日子好手，过日子好手。他挺有眼光，感觉他挺有担当的。那个看看他照顾他老伴儿10多年，嗯，而且不离不弃的，嗯，挺好。他53，实际上他长得一点都不年轻。啊、哦，可能觉得累的。操心。操心啊、哦，对。那手你也能看出来。死板，那手吧，总干活就，他不一样了。啊、哦。啊、嗯。他挺不容易。实际上我挺同情的。嗯。通过了解看得出，两个人在生活中都是属于奉献型的。刘平良对前妻不离不弃，张艳丽对父母孩子尽心尽力，这一番经历让两个人拉近了距离。原本以为相亲会一直顺利进行，可张艳丽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刘平良心里有了点想法。有时候自己无聊的时候，唐诗送心经啊，金刚经啊，圣经啊，儒学呀、啊，嗯，道德经啊，文语啊，两个人主要是灵魂。你说爱情，所谓的爱情，这个年龄好像不太好找了，就是能够灵魂相通，就那种感觉也行。叔叔阿姨说那么多，你有啥想法？我没啥想法，没有啥想法。挺大岁数，有啥？我的要求好像有点高，不咋好找。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人能够，对你就是温暖，知道？嗯，你觉得怎么算温暖？直肠直热就行呗。我总想要那个演员就第一眼看见那种感觉，就是咋说呢？好像没有。看感觉好像没有那种没感觉，我还是找那种感觉。像你评价的，他如果说话没那种幻想吧，我还兴许那个接触接触。哎，嗯。张艳丽心里明白，要是跟刘平良走到一起，指定错不了。但同时，自己的内心还渴望着书里描写的爱情。面对着有浪漫情怀的张艳丽，老实忠厚的刘平良有点理解不了。两人因此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他们是坚定自己的想法，还是会选择让步呢？主要是要那种感觉，我寻找的还是说不想难为自己，还是寻找爱情。啊，那你觉得啥算爱情啊？起码我看上去就第一眼就像宝玉说黛玉那种感觉，这个妹妹好像从哪见过，就似曾相识那种感觉。我还是有点害怕找那种感觉。叔叔，你觉得你内心想找的那样的类型跟阿姨有没有差距？我感觉这哥好找。叔叔其实明白阿姨啥意思。明白，没有那个爱情那个感觉。对。那你对阿姨呢？因为咱对阿姨觉得挺好，咱也可以自己争取一下呀。我也表个态，就是我吧，就是不管找谁，哎，谁跟着我后半生，一定能错不了，太差的错的。对，我感觉哥挺好的。对，真挺好的。我祝愿大哥指定能找着那个心仪的，能找到。因为大哥挺实在，确实也有看听他说对老伴儿那么祝福你，能找一个称心如意能疼爱你的人。谢谢哥。
杨叔叔。啊，下来慢点。这阿姨李阳阿姨。哎，你好。啊，那咱们去叔叔家，先去叔叔家坐那聊吧，好不好？好，那行了啊。相亲对象李阳，60岁，离异，退休金2000元，舒兰诗人，有房无负担。阿姨，那您坐着，哎，或者是这么的吧，叔叔先带阿姨参观一下也行。对呀，来吧，阿姨。哎，先搁卧室。挺干净的，是不是？干净。叔叔，你这个是经常在这喝茶不？哎呀，经常啥的，那个我一般情况下都是。但是一个人坐着喝茶有点孤单。对，那个上边是充电的吗？没事，阿姨进去看看。不是，进去看看吧，可以啊？不是啊。阿姨坐感受一下，你跟叔叔坐着感受一下。你喜欢喝茶吗？我还可以吧，也行。我喜欢喝咖啡。啊，咖啡呀，那挺好。这边是啊，姨是这边是厨房。对，这是厨房。哎，很好。都整得干净利索的，是不是？挺好，挺好。嗯，洗手间挺好，挺好。对，其实这个面积的话，我觉得这个我家也是一室的，一室。但是你这多大平？我觉得这个挺宽敞的，挺敞亮，就是格局挺好，挺好，挺大，是不是？嗯，就哪块都够用，卧室也够用。比我大8平，我家52。也是一室一个小间，也行。嗯，哎，一个人住都富富有余，对，两个人也够。阿姨觉得叔叔家的环境卫生什么的咋样？还行，挺好的，挺好的，是不是？叔叔这是特意准备的水果什么的，挺好，挺好。啊，给我印象挺温暖，这个家，嗯，人也挺温暖，家也挺温暖，嗯，挺好。人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能看出来。嗯，并且不张扬，很稳妥。嗯，因为你也之前也强调，就是要有眼缘。对。啊、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嗯，是眼。虽然见面没多久，但是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好。开了这么个好头，本以为这次相亲能够一帆风顺，但没想到接下来的接触却让李儿心里有了一丝顾虑。这究竟是为啥呢？你今年60几？67。属蛇的。对。嗯，我觉得年龄比我还是大了几岁，但是我要看、看人、看身体啊。嗯，对。看那个性格啊。看看人品。你家那个大姐是病亡的，过世了，几年了？2年。2年。什么病？心，哎，她病太多了。到最后人都不能吃东西。嗯。但是这10多年基本上都是你叔叔在照顾。我是离婚的，离了有10来年了。我们两个就是性格合不来。那个人就是性格很毛躁，很急躁。我有一定的感染性。但是反正是有时候我俩也吵吵。嗯。他发脾气，我不吱声就完了。过一会儿就好。两个对夫妻俩的这个吵嘴太平常了。对。哦，好漂亮，这个，挺好看。嗯，好漂亮。他临走之后之前呢，他都把是他自己的照片啥。都收起来，不想让你看，是不是不想让你留着看？对，嗯，明白他的用意。我就明白。嗯，他是怕你看了以后伤心。对，沟通好多。这张单人的不知道咋留下了，可能是搁这底下不咋回事。这是当兵的时候。当兵。这哪个是你啊？这有你不？肯定有我呀。这是。对。年轻留胡子，老了都刮了哈。这是在威海照的。这都是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刘平良是那种不善言辞却会用行动证明一切的男人，看得出他对李阳很认可。而通过对刘平良的进一步了解，李阳因为7岁年龄差产生的顾虑也打消了。但是接下来他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会给相亲带来阻碍吗？
我血糖、血压、血脂都不高，什么毛病没有？所以说我就血压130，有时候130/80。啊，那挺正，那是正130/80。我说120。80/70，那是正常，这挺正常，那咱俩一样，阿姨也挺看重，就是找另一半也挺看重身体状况，对不对？非常看重身体。其实钱财我不在意，就是我也有工资，是吧？我自己足够我自己花，我也有房子，我也有医保。不，你说我也不缺什么，所以我看重的就是身体。我要找一个，首先身体健康。再一个就是干干净净的，心地善良的，诚实可靠的。完了就是两个人有眼缘吧，能合得来。这就挺好。其他钱上我不太问。有退休工资就可以了。是吧，住房有独立的就行。因为想法跟我的一样。独立的，因为两个人这样有个独立空间嘛，比较方便。叔叔一直都是阿姨更多的问你，你有没有啥问阿姨的？阿姨都说你都不问我。问了，我都说了。叔叔就是那种，其实其实说你有啥，你说多些，你就是一个人在这摆着，你看一个人基本就差不多。几回你以后你就再联系，就差不多。这玩意儿你第一眼看貌相，基本差不多。人家五官正不正，跟你三观差不多啊？对，真的，对。从脸上看，你这个人善不善？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对，相由心生是吧？相由心生，这个一点都不假。说到叔叔心坎里了，对，正经过，稳稳当当的。凭那些像东北话讲话，别五五玄玄的，我圆亮的受不了。你看看这样稳稳当当的人，他也是真正的男子汉。这个张扬劲儿，有的人就是他张狂，他也不一定在外边就顶天立地。我俩性格几乎差不多。我想说的吧，他都说了。就他说完，你觉得哎呀，就是我心里想的。确实是这样。刘平良渴望生活里有的就是和李阳这样不需要太多言语就互相都懂的默契。细心的刘平良知道李阳是从舒兰市特意来长春和自己见面，早在一天前就开始筹备这顿午餐了。按他的话说，不管今天的相亲结果如何，远道而来的客人到家里怎么也要吃顿饭才行。阿姨快尝尝鱼，首先需要尝尝鱼。叔叔，这些都是你的拿手菜是不是？不是，我就随便吃。我可以把这饭拨给谁？拨我好像放拨这个拨这碗里头。来，这是为您准备的。我先给你来一个。那个蛋太大了。不大不大，你尝尝，这是隔路味儿。谢谢谢谢。隔路味儿。谢谢。哎。啊，谢谢。你一人一个。这是。好好好，叔叔我尝尝。先给我个蛋哈，一会儿我好滚蛋。那不是那。开玩笑。你看有经济小面没有？我先尝尝鱼啊，我特别爱吃鱼，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阿姨喜欢吃什么鱼？什么鱼都行，啥鱼都，只要是鱼就行。这个挺好吃，挺好吃，挺好吃。有刺儿啊。挺好，是鱼就可以。你搁这个筷子夹，一会儿他俩再吃。没事。这个蘑菇吧。你跟人那边你能知道，这都是那个长白山那个，纯野生的，就小蘑菇头啥的，确实挺好。你尝尝。叔叔，我就觉得做太多了，真做太多了，做太多了。我们走了，你要吃了，好吃剩的。阿姨，这次你也没有机会展示一下你的厨艺，你觉得跟叔叔比的话，比不过他吧？个人有个人的啥。等以后有机会呢，你到我家我给你。说的远一点啊。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都会做饭的话也挺好，起码这做饭什么的还都能探讨一下，不然有的互相问一下子。也是一个乐趣，是不是？那太是乐趣。本来阿姨要走的，一顿饭把阿姨留住了，是吧？就是这不成，这么远来了。
你也是客人，谢谢，对不对？您应该吃完饭。对，而且叔叔真是，就是一大早，应该是从昨天是不是就买回来了？嗯，昨天下午4点多钟就背哈。那如果明确的说的话，叔叔是不是你想要就继续了解接触一下的对象？可以，我是没有问题可以过来。嗯，他愿意。没事，我们俩上那边溜达，可以，也可以到我家住一段，就怎么地都行。我们俩可以，他也可以上我这儿待两天，我可以上他那儿住些日，都可以。因为做饭没插上手，吃完饭后，李莹不声不响的就把碗筷洗好，餐桌也收拾得干净利索，而这温馨的场面，或许就将成为他们以后生活的常态吧。给你拿一个，哎，不用，哎，谢谢，不用拿。我那个里边我带了一个那个，保证那个什么还没干啥呢，煎饼不解渴，平安，平安，平安，谢谢，谢谢，叔叔多么细心的人，谢谢。哎呀，看到这温馨的结局啊，我真是热泪盈眶啊！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咱们高兴的太早了。就在刚才节目播出的时候，欣妍告诉我。说叔叔和阿姨分手了，是不是咔嚓一下子？要说原因吧，还真不在这俩人身上，是叔叔的儿子不同意他老爸找一个异地的老伴儿，担心呢以后这阿姨要是有个病有个灾啥的，身边没有儿女出力。哎呀，其实作为子女呢，我能够理解叔叔儿子的这种担忧哈。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呢，你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看到你爸和这阿姨两个人是多么的合适，多么的情投意合，多么的彼此珍惜。最后啊，我还是希望你能改变主意。你要是非得不改变主意的话，我跟你说，我就再给他俩分别介绍，反正我手里有的是人。行了，带着些许的遗憾和忧伤的心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想脱单没人选，乡里乡亲帮您办。大龄单身青年，有过失败婚姻的单身男女，想在晚年找个伴儿的独居老人，只要报名参加节目，乡里乡亲就给你牵线，全程不花一分钱，相亲对象就能见，收获幸福并不遥远，乡里乡亲帮你迅速脱单。相亲报名热线 0431-8581-8607。